眼睛紧盯屏幕，手指快速移动，连呼吸都快跟游戏人物同步了。这样的画面是不是很熟悉呢？如果你也跟他们一样对电玩上瘾了，那就得要小心了，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决定把电玩上瘾列为精神疾病，即日生效。Our 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has very clearly advised us, and we have accepted the proposal that gaming disorder should be added in ICD-11.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不是对电玩上瘾呢？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玩电玩的时间，还有对电玩以外的东西失去兴趣，或者当你的身体出现不适，依然没有办法戒掉游戏的话，那很不幸，你可能真的对电玩上瘾了。